寒冬之际，永和耀顿排骨连锁店执行长李金宝，还有美伦店店长吴方平率领着团队，圣诞节前夕前往了文兰文件站，举办千里传爱点亮部落关怀活动，带了80份耀顿排骨分享给在地的长辈们，希望小小爱心可以温暖部落的心。10:30一到，来自永和耀顿排骨的团队来到秀林乡文兰文件站，准备了厨具、瓦斯、排骨和耀顿排骨汤。朱少把热腾腾的耀顿排骨分享给文兰文件站的长者们。发起这项活动的永和耀顿排骨连锁店执行长李金宝和美伦店长吴方平来到文兰文件站办理千里传爱点亮部落关怀活动。文兰村长田文才表示，虽然执行长李金宝是残障人士，不过身残但是人不残，凭着认真努力上进的心习得一手好手艺，感谢他有爱心让他的成就分享给大家。是不错，对，身体很好，哦，他这个也不是热也不是冷，中等的一个药材，对我们身体都很好啊，在这里我们也感谢他们啊，谢谢我们的吴执行长，还有我们的执行长，谢谢 李执行长，还有我们那个吴店长，啊，也谢谢他们的回馈到我们文朗村关心我们这些长辈，这样子哈。永和耀顿排骨连锁店执行长李金宝表示，20多年来受到乡亲的照顾，经营耀顿排骨也养育了两位女儿上大学，一直到顺利进入职场，而这次是以回馈乡邻的心情来办理关怀活动。永和耀顿排骨在地已经经营了20几年了，我们一路走来就是受大家的支持和爱护，所以我们今天本着就是起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来关怀我们这些朋友们，能够来关心你们，分享我们的耀顿排骨。当然这是一手好手艺的永和耀顿排骨连锁店美伦店长吴方平也向大家说明耀顿排骨美食的好滋味。健胃开脾，透过黄金比例及长时间的文火熬煮，开瓮后风味飘百里，所有的药材都是经过严选搭配调整，均为温和滋补，养颜美容助神为主，全方位的补中益气养生的药膳，不分男女老少，是你一年四季的好朋友。当着品尝之后，则是大大的赞许好吃的耀顿排骨。排骨好不好吃？好吃啊！排骨好喝吗？好不好喝？好吃。永和耀顿排骨连锁店执行长李金宝表示，自己的好手艺可以透过关怀的活动，把中国传统美食分享给部落主人们，他自己是相当的开心。永和耀顿排骨团队希望能够透过回馈乡邻的理念，让社会能够更加温暖。杨楠赞不赞？赞！耀顿排骨赞不赞？赞！记者张雨雪，想不到。